他口含金汤匙出生，唯有零食能治愈。他初入乡村，百般不适，追逐逐会跑。砍柴柴会掉，哎，慢点花。他情商爆表，大概一只猪多少钱？400-500，便宜点，200行不行？268，265，买不买265？他变形成功，在惊吓自然的时刻，下定决心加入热血青春训练营。哎呀，另外还有一个对军营生活无比向往的张明浩。Hello. 好，我们来有请两位。哇，我好想抱抱这个小赵啊。你抱吧，他跟我真的好像啊。你也抱，你给他搁筐里头，你给他搁筐，又可爱又能吃，逮他干嘛。嗯，你俩干嘛推锅俩，这是在来。大家好，我叫赵楚长，今年10岁。今年10岁啊。10岁今年10岁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明浩，今年14岁。